突然秋天秋的严重。同学，今天是考验老偶像，好意思哦。哎，唱过很厉害的歌吗？没有七首，大概有三十几很红的歌。哦，三十，从小就习惯说谎吗？还有人说很厉害，是屁真的车间六将，我车上的标，我们这位是金曲歌后啊，你还得过金曲奖啊？真的假的？而且我是当年最年轻的金曲歌后哦，我21岁就得金曲奖，我21岁就得了。哦，今年是第几届？今年第29届了。29届，你得到的是第几届？第6届。老偶像，你要把人家逼出来，对不对？真的老偶像，老偶像，有老有老，而且是另外一个男歌手，哎呦，拜赛，哎呦，拜赛，同一届，跟你同一届，同一届，那一届之后，我跟他再也没有入围过。第六届，信哥这好像蛮熟悉的，第六届，那就是沈文成。好 ，Hello my friend。节目日今晚照样开 party， 妈妈她很担心，让我早点回去，我会早点回去，吃完早点再回去。东去东去，手机给我放去，东去东去，几次锁在置物柜里。东去东去，管他是谁扣你，东去东去，现在谁都是屁。东去东去东去，不去不要。常正义，先动心的先伤心，先认真先认命。时尚不是流行，时尚是做自己。我行我素，我呼吸，我经典的不是。东去东去，音乐盘吹到底。东去东去，把烦恼也跟着干到底。东去东去，越醉越你美丽。东去东去，现在跟我回家去。东去东去。准了，准了，准了，准了！哎呦，准了，准了！
我介于太太，所以有没有看到真的不是吹牛的啦，不是吹牛的，身手了得，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很错。谁说我们是老东西？不不不，老偶像，老偶像，老偶像。刚刚你那整个热力四射，我们有吓到，尤其真的，尤其当中有一幕，你做这个动作，哇，我们真的吓一跳，吓羞啦。不相信我怎么可能会做这么愚蠢的动作？对，而且你这个穿荷叶的，喂喂喂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要乱掀啦！你姐姐里面穿一节似的，你不要互掀嘛！我们内心里面尊敬。我刚看你做这个动作，我看到弥勒佛来到现场，吓了一跳，突然觉得很慈悲。你看那个四叶草，他可以笑成那个样子，好欢乐啊！说真的，这一团还要不是有我的话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也不会那么糟。没有。还有啦，我得金曲奖的时候，第六届就是跟他啦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同一届，最佳方言男演唱啦。所以秋怡姐，你刚刚说太帅了，就是他，再也没有入围过了。对，不，他没有入围，我有。有啊，没错，因为我太有实力了。入围然后没有得奖，那等于二度伤害，有个屁用？哪有入围就等于得奖？没有啦，入围就是一种入围了。我没有，张秀清。你看，从车站唱到现在，我越来越看你，观众朋友，你看他就是啊，我都觉得有一天你会去卖锅具。为什么？妈妈有说服力啊！他为什么不能卖金子或是什么？卖金子？不是，我说你那介绍锅具不跟你买啊，可能会被你逼死，可能会被吃掉。对呀，乱讲，我可以卖很多啊，不一定要。那你唱动这个这么年轻的歌，东区。对呀，我到时候卖锅子，我就先唱这一首。一举手，东区。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依旧是那么老气。这个 solo 很厉害耶，他那个律动其实很流行，对啊。哎，今天跟这个秀清姐合作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哎，可以跟到天。你为什么那个棒讲不出？不是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我们很少，我们跟金曲奖是一辈子可能不会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最近的就这一次，有连结了，有连结了。那他们这个新歌的唱片呢，你也要给他们鼓励。对啊，新歌叫就是不要吧，要吧要，要吧就是要，就是啊，不是耍吧。要吧要吧，你们的歌我们听几句副歌的地方。来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不是现在不是啊，要宣传我的，为什么是阿力？哎，加啦加啦，阿露露给你播，他已经拿了半天，对不对？或者锤西干动力器，哎，不吉利的。你已经卖成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难道看不出来修片修的严重？你不要现场打歌了，不然你闹闲对不对？阿桑，恁早嫁出臭皮啊哟！哦，我错了，而且你看，你老婆唱一下，谢谢谢谢修片，谢谢。那是想起你的名。有没有拖累？有拖累，勇敢举起来！三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一，他有没有拖累？请举牌。Go！ 拖累，拖出去斩杀！强迫我还拖累？没有，是我推秀英姐。不是，没有。同学，今天是考验老偶像。好意思哦。Hello， 我都已经老偶像了，你们还这样？你不是拖累他们，你也拖累林立。就是。他女儿，你女儿啊？对，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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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那么卖力演出，我们一起，怎么会是拖累呢？来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要不是有我的话，我们一起。哎，秀英姐，小心上面。秀英姐，小心。啊，上面，上面，好，上面，好，好，蟑螂啊！啊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来来，先把他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恶心吧，给了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们现在为了达到惩罚效果，对，这么多假的，对，会放两只真的，里面有鱼目混珠啊！跑，加你加了，小心，循着乳沟已经到了肚脐眼了，肚脐眼太高了，过不去，卡住，太乱了，好了，谢谢张秀清。